见过神君。幽兰见过神君。灵尊不必多礼。神女还未得见，这是灵界碧苍王沈离。不知碧苍王为何与神君同行？不过是同归，有甚奇怪？而今碧苍王已是我王帝既定之妻，如此还与神君同行，恐怕不妥吧。整件事啊，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相信，但就是这么巧，我本来不会与碧苍王一同出现的。就在我打算返回到仙界前，我四处游历了一番，我忽然发现锦绣城瘴气四溢，前去打探，就很巧在城里遇到了前去找芙蓉君的碧苍王。瘴气一事，事关重大，我便与碧苍王结伴调查。这后面发生的事，想必芙蓉君已经告诉你们了吧？那个时候，碧苍王中了非常严重的瘴毒，不易返回灵界。我便让芙蓉君先回来禀报，我则助碧苍王清除瘴气，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。这个神君说的话真真假假倒是自然，他就不怕我这个当事人戳穿他？仙子还有什么地方觉得不妥啊？神君叫我幽兰就行。幽兰觉得神君行事自有良夺，是我多言了，望神君恕罪。